我是江嘉诚，很高兴这次放假回家之后接到了申请全新的篮球场，非常感谢豪群基金发起的三区球场造星计划，感谢苏豪哥哥和李晴叔叔的公益关怀，希望以后可以跟你们见面一起学习篮球技术。韩游呢球场它是翻新，但是不是我们政府这边翻新的，是那个广东队里面那个林书豪啊，中国那个球员那个林书豪啊，他组织那个叫豪群基金会，他那个篮球场中间呢都有一个叫做豪群那个基金会那个标志的在里面的。这边我们就村委会还有挂村的那边呢就帮他们就协调嘛，还有到时候呢就叫学校那边申请，就名义去申请过来搞了这样的。他不是做篮球场，他是在原来的篮球场去那个弄一遍就翻新，这样现在已经正常使用，已经使用了。他因为他那个篮球场本来是属于那个唐荣那个小学的球场来的嘛，他就在唐荣小学的门口的就前面，以前小学嘛，以前小学嘛，可以这么说。